不断入侵，世界各地不断沦陷。然而正义从不会缺席，保卫人类的使命召唤着魂斗罗部队。新的战斗已经在世界各地打响，我们回来。
报告指挥官。间距差是，指挥官，马上前往。手雷提供抛。看来蓝斯新改造的武器不赖嘛。就让他得意一回。不要吹毛求疵，红色猎鹰投下了量子导弹，这个基地马上就要爆炸了。